我是石蟹萌，就是传说中跑得很快又长得很可爱的宝玉类动物哦。脸颊周围明显的白色鬃毛是我最大的特色，溪流和森林中都可以看到我的踪影哦。无论是溪边的螃蟹和鱼，还是森林里的鸟跟鼠类，都是我喜欢吃的食物呢。另外，我跟你们一样都喜欢干净自然的环境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减少溪流周边环境的破坏，以及任何可能造成溪流水域污染的行为哦。